真的欢迎大家来我们的海钓活动。那我相信这次对大家来说会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啊。等一下我们会出去找钓点哈，所以我们这次会这个比较动态的去决定说我们要怎么下竿。在这边遇到这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，我们希望就是下次我们都来一起，就是第一次举办一个亚洲的 A Match。Paris Bay 就希望把未来的一个金融方式带给了十亿人口。我们现在都要做多华人嘛，做多东方力量这样子，然后希望我们在下个牛市在山顶再见面，好啊。我们推荐大家来选择用 Wallet。那我们做的事情就是，我们希望可以让大家的使用者，他们可以把自己的这些 NFT 做成实体。我们的汇率是最低的，然后欢迎大家来交易这样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 Sean， 然后我现在是负责币安VIP 跟机构客户。我最近其实创办了一个项目叫做 Vision 可以把Web 2发展到 Web 3的一个新的一种玩法。